瑞士信贷风暴会让金融海啸再现吗？看到利润的时候呢，他会奋不顾身扑上去。对对对，一晚要价台币37万，瑞士顶级水疗度假。随着名人的脚步，这个酒店不仅选址位置好，它所提供的服务也好。华丽的背后，瑞士信贷危机启示录。周六晚间11:56，T观点。